今日我有一个沉重的消息要宣布，公司可能做不下去。吓？可能啫，我话可能啫，未必一定会发生噶。不过办法就只有一个。咩啊？少一个人翻工，公司就可以继续落去噶啦。所以今日叫你两个嚟咧，就系要话俾我知，你点解比对方更加之适合留喺呢一间公司？阿茂。吓？我系全公司最忠心噶啦，梗系留我啦。Doreen。哎呀，忠心唔够嘅，最重要系节生得啱。通下生成你咁咩？唔好唔记得你属狗噶，旧年就衰到嚟今年，水煞鸭顶，搞到流年不利，仲走啊！惨得过你属老虎嘅，有天官符、官煞、出步、勾神同埋亡神，唔单止诸事不顺啊，仲会连累埋身边人添。好惨啊！惨得过我有国印入。明啊，镇住啲牛鬼蛇神，仲以为太岁相合，做咩事都会逢凶化吉嘅。不过你又惨啲啦，蜜月啦，该会咯。咩啊？蜜月都唔知几好。好，梗系好啦。咁我哋暗示紧你咧，即将会喺一个新嘅环境吓，肯开始嘅时候就会辛苦啲嘅。不过做下做下，你都会越做越好嘅。你睇下，连条命都注定嘅，走嘅系你啊！原来一切都是天注定的。咪住先，阿头，我记得你是属牛的吓。咩？今年十二年一次的炮尾啊！炮尾入名，今次做乜都唔靓咯。破财犯小人啊，仲有咩突如其来嘅啲变动啊，总之踩住条尾咧，哇，真系冇运行嘅。喂！你两个讲咗去边啊？我话你两个只能活一个，几时轮到你哋批评我噶？阿茂哥，你系属老虎噶嗬？一阵我俾啲猫天维他命你啊，俾你补补身啦。阿 Doreen 会对我真系好噶啦，我就会好好咁照顾自己嘅。正所谓敌人嘅敌人啊，即系朋友啦吓，咁我好好咁发挥一下呢个国人嘅 power， 一次过夺权。到时候胜利即系点话衰鬼？喂，你两个啊，唔好咁得戚啊！我假假地都仲系你哋上司啊！哼，王奶奶，你同我哪个奶？上司啊，阿老顶叫你喎、你，咁咪少人翻工咯。我估你最叻嘅啫，大力啲啊！要坐得稳咧，就最紧要保住嘅身子。快啲 tag 你啲朋友，咁你就有机会赢取够你用一年嘅产品噶啦！大家坐稳啦！投资最重要系乜嘢？时刻提神醒脑。我知，系用钱搵钱。咁讲。投资公司咪好容易赚钱咯？错。